这个修复还真是不能，这只能说明他有作案的条件，但这些都不能形成证据。那你们就不查了吗？阿正，余已经上钩了，可以收网。我们当然会查了。有个问题想问你们俩：下车之后，到你们来这儿之前，你们俩曾经假扮记者到了公交公司。 能告诉我，你们去干嘛吗？